顺利成功，教育昌隆。运动员进场，欢过来，欢过来！可爱的特教班小朋友们是一群很爱运动的小天使。展现最大的潜能，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给我们特教的班小朋友鼓掌？好，接下来是由林佩慧老师、林伟玲老师、丁文慧老师、卢慧荣老师以及简玉轩老师所带领的一年级团队，我们欢迎一年级小朋友进场。Thank you.
为了在这次运动会中有杰出的表现，他们做足了准备，蓄势待发，且让我们拭目以待。非常不简单哦，年纪小小，但是呢，他们的队伍可以走得这么的整齐。好，接下来要进场的是由陈碧莹老师、刘晓红老师、廖仁杰老师、廖英英老师、林淑厚老师以及陈秋香老师所带领的五年级团队，我们欢迎五年级进场。五年级各班啊，人才济济，卧虎藏龙，每一班都有许多的运动健将，参加学校的篮球队、田径队、武术队、体校队，参加各项对外比赛，为学校争取了许多的荣誉。我们五年级阵容庞大，各个能文能武，集帅气与优雅于一身，即将在这次的运动会大展身手，争取荣誉。请大家睁大双眼，瞧瞧我们的表现吧。今天看看我尼亚是不是真正是第一秒。接下来进场的是由世伟老师、丽如老师、玉琴老师、志峰老师、昭荣老师以及安怡老师所带领的六年级团队，我欢迎他们进场。这群学校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今天化身为小小牛仔，头上呢戴着他们每一个人自己精心设计的牛仔帽，看一下每个孩子手上的帽子都是各有特色的哦。我们发现除了小牛仔之外，好像也有农夫哦，也有人戴斗笠的哦。是吗？对啊，中间那边有人戴斗笠啊，不是牛仔帽。好，他们的帽子呢，上面有亮片、有花朵、有羽毛，都是孩子自己设计的。那象征呢，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帽子都是不同的颜色，白色呢象征纯真，黑色象征创意，黄色代表希望，红色代表热情，六年五班是紫色，代表他们非常有勇气，六年六班的蓝色象征他们很沉稳。期待云林国小所有的孩子们在学习的这条路上都能够带着纯真、热情，怀抱勇气和希望，发挥创意，沉稳的前进。好，接下来呢，要进场的是由三年级团队八
个班所老师所带领的三年级呢，目前是我们学校阵容最庞大的一个学年，超过200位的学生。我们现在欢迎三年级团队进场。Golden Mind, Golden Life， 三年级孩子有如七彩霓虹灯般的缤纷绚丽，他们有着五花八门的创意，奔放活跃的思考，不仅像是热情可爱的包租婆，更像是聪明灵活的超级金头脑。
手上拿着彩球哦。
分局以及长官的协助还有总务处的努力之下呢，我们现在也有了全新的游戏器材啊。可以说呢，虽然说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等待才等到了我们的29周年校庆，可是我们都知道喝酒顶浪费啊，这个等待呢相信应该是值得的。也希望今天在这个全新的跑道、全新的声音台的前面能够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拿出自己最佳的表现。对，这么久才期待来的运动会，我们所有人都要好。我最爱运动大会，大会开始。全体运动员请司令，主席就位，长官雷鸣，请起立向后传。唱国歌。介绍长官来宾，那这边为各位同。
同学、各位家长，林伟老师介绍我们今天到场与会的审判来宾。首先介绍的是教育处吕嘉玲同学。现场是副主任何志军副主任。国中丁俊峰校长，文贝国中黄婉俊校长，建国国中方平嘉校长，斗六国中林奇成校长，斗六国小黄启明校长，林贝国小许坤珍。文正国小陈登耀校长，红文国小张佑胜校长，同六国中家长会赖建化会长，我们云林国小家长会杨红金会长，云林国小家长会的辅导会长吴松山会长。我想在各位副会长、刘继和副会长、家长会廖成林顾问、家长会卓中田委员、家长会石碧丽委员、家长会的韩正宪副会长。家长会的刘继豪副会长，介绍过了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继豪副会长啊，那个多叫一次呢。家长会的黄淑芳常委，家长会的陈建豪委员，中华国小陈浩成校长。校长，
Welcome to Wei Ning Elementary School。双语学校是云林国小追求的目标，在今天29周年校庆 ，Let's go Penny Night， 运动我最爱。为了要搭配县府的运动健康年，两年来我们筹划了相关各式的活动，但是因为 COVID 19的关系，让各位同学、各位家长沉闷了很久，所以我们趁今年29周年校庆运动会的时间点，办理了这一个小小的运动会，也让大家看到我们云林国小在这几年当中的转变，包含我们各位同学、各位家长面前的这个红蓝两色的体育跑道，是我们刘建国委员在中央极力帮我们争取，在张立正县长及县府长官大力的支持之下，赞助我们经费，能够一起把它完成。啊，刚刚主席所说的，我们的游戏场，你跟各位家长、各位长官、各位贵宾报告一下，跟各位同学讲一声，我们后面的网球场在明年初开始会有一个4000万左右的工程，要搭配一个太阳能光电球场。这个球场会有一个造型。完了之后，为了我们云林国小相关的硬体建设跟软体建设部分，会达到一个非常契合的一个学校风景。那今天校长要感谢各位家长，因为你们把云林国小的孩子教得非常好。校长也要谢谢云林国小各位师长，因为有你们的用心，让云林国小更加的辉煌。我要谢谢家长会，跟谢谢各位嘉宾对云林国小的支持跟鼓励。校长来到云林国小，今年迈入第7年，我从800多个学生到1000多位，从32班到39班，在总量管制之下，能够看到各位同学精彩的表现。昨天我们教师组参加了云林县的达人比赛，拿到冠军。不是只有孩子好，我们云林国小老师也非常好，是不是给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大家现场看到老师的拔河，我一股冲动想要冲一把，但是裁判一直支持我不可以下去，他怕我下去之后一拉下去就晕在那边。所以我们今年的校庆运动会的主轴，运动我最爱，希望让各位与会的嘉宾、让各位师长、各位家长、各位同学拥有一个健康愉悦的身体，大家说好不好？好，也要祝福云林国小29周年校庆运动会能够圆满成功，也祝我们云林国小生日快乐！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校长给大家的勉励。接下来补充介绍一下，宝强国小张景哲校长。家委会的陈嘉宾常委，及家委会的张立明顾问，好，来，全体小朋友请坐。谢坐。对不起，因为杨会长待会要北上台北开会，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先借用大家的双手，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新开的家长会长杨崇旭会长，跟大家勉励支持。
各位家长，各位云林国小的老师，各位云林国小的小朋友，大家早，会长好。我是云林国小的家长会长杨崇勋哈，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好日子，天气这么的晴朗，非常适合我们的今天举办这个运动会跟校庆哈。那今天是云林国小29岁的生日哈。看到刚刚进来哦，每一个小朋友充满活力四射的样子哦，我在你们的眼中哦，看到了我们未来的希望，这个都是我们云林哦未来的栋梁。新冠肺炎停办了2届哦，那今天很高兴我可以站在这里哦，跟大家一起来举办这个活动。今天我相信各位小朋友，在各位家长的陪伴下哦，我们要享受的是一个运动会的过程。那我相信每一个班级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在今天的比赛得到一个很优秀的成绩。各位家长，我会在这边陪伴着你们哦，为各位小朋友一起鼓励，为你们喝彩。那最后哦，我祝福云林国小哦生日快乐，在这边也祝福我们各位贵宾、各位校长以及各位我们的家长、老师、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健康、快乐。预祝我们今天的校庆大会哈、圆满成功，祝福大家，谢谢。谢谢会长的鼓励，谢谢。好，因为会长要赶高铁哦，那我们就耽误会长的时间，因为火车好像不会等你哦。好，我们是再次掌声谢谢会长，谢谢会长。掌声距离云林国小最近哦，因为他是在你们看到的这右边的这个区块里面，所以很快就到了。我们再补充介绍，我们云林县黄胜志黄议员。以及我们家委会的张启煌张顾问。好，长官来宾致辞，我们恭请校长，邀请长官来宾致辞。来，我们邀请我们教育处雨露学，也是我们云林国小的家长，来跟我们大家勉励一下，来掌声欢迎雨露学。好，我们现场的云林国小魏校长，还有我们家长云林国小的家长会长以及副会长以及顾问，还有我们今天到场的好伙伴们校长，还有我们辛苦的云林国小老师以及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大家好，卢学好，来到第一位小朋友都没有人跟我问好，来大声一点，小朋友好。
完了啦，九点二十好啦，定几分？我来预告好啦，九点二十。九点半好啦，九点半啦，九点半，九点半真赶啦。没啦，没啦，去，你带鞋，带点准时，我都唔准。你也个小朋友，你也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今天非常开心的哈，今天当然是两个身份来参加这个运动会，好，第一个是我们代表我们县议会，好，我们的议员当选人沈志，好，来关心我们这所学校，好，当然来看看所有的啊师生，好，我们学校有什么，我未来可以为学校努力啊打造的。当然，另一个身份是这里的家长，好，来看看我们小朋友今天每一个人啊用心的表现呐。啊，当然，今天虽然天气算不错，不是很热，可是太阳也蛮大的，所以哈，希望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大家哈，第一注重安全，啊，也适时的补充水分，好，啊，我们预祝今天我们国小哦，那大会圆满成功。感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议员的鼓励，谢谢。好，我们谢谢议员的鼓励。那接下来，校长要补充介绍一下我们工程国小李正勋校长，也是曾经我们的云林国小的家长。那接下来，我们有请长期以来非常关心、支持我们云林国小的林月章议员来跟各位同学勉励，我们是掌声欢迎林月章议员。今天啊，我们的主席、我们的校长，再来我们有很多的长官贵宾了哈，啊，最主要是支持我们啊学校家委会的我们的各位啊委员，还有我们的会长。副会长，还有辅导啊，这个教育会的辅导会长，还有我们教育处的长官了哈，还有各位校长、主任、老师，以及最关心学校教育的我们张立善县长的服务处，我们的何主任啊，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啊，今天天气很好，很适合办活动了哈。哦，不要讲太多。但是也要讲一下哦，那个校长的丰功伟业了哈，他来到这边啊，因为我们的少子化哈，来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八百个同学，啊，让校长在七年的努力，已经让我们学校哈，大概一点修这边那边躺那个云林国小，已经超过1000人了，啊，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现象，恭喜那个校长领导有方，学校的老师都非常的努力。还有我们各个家委会，还有我们的校友会的一个努力的支持，然后，那以后在学校各方面的啊资源跟我们的装备器材，所有的设施，我们全部都会全力以赴，让我们的学校更美丽、更健康。最后祝福我们29岁，啊，我们生日快乐！明年校长可能他就不能留在这边，我们明年30岁生日。再来弄一个大蛋糕啊，让校长高兴一下，好不好？好，祝大家，祝学校生日快乐，谢谢。好，我们谢谢小白议员的勉励。其实小白那个议员的意思是，校长今年刚好30岁了。好，接下来我们又要邀请，最后又邀请我们代表我们。非常支持云林县教育，对云林国小特别照顾，在这2-3年当中，我们争取超过1亿以上的经费来建设我们云林国小的。代表我们张县长的何秘书来跟大家勉励一下，我们是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何秘书。啊，感谢今天的大会主持人，我们的魏校长，还有我们的李立远、王立远，包括家长会收为副会长，包括李都学。啊，想着我那老表作为校长贵宾，啊，还有我们云林国小的各位小朋友师生们，大家早，大家好，李叔好，很高兴今天能够代表我们县长张立善县长还有副县长谢淑雅来到我们云林国小，29年了，很快，自从我们学校开始筹建到现在，
我都在附近都在关注我们学校的发展，几家奖励。但是最近我们学校里面的师生越来越多，很多家长都喜欢到我们云林国小来，所以说我们小朋友，让我们老师掌声给老师鼓励一下，这是他们的努力的结果，对不对？对。好，我最后想表达我们现场两个意愿，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校有一个礼义廉耻，这是我们的校训，这是自从现场到这里来，一定要注重这个礼义廉耻的规则观念，这对我们整个学校，还有我们家庭，还有学生的态度方面，能够改变很多。还有四维八德，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仅代表我们现场来跟各位小朋友讲这两点，这两点特别要向我们小朋友报告，一定要记住他心里面，礼义廉耻跟四维八德，这是我们以后你们出社会以后一定会遇到的一种礼节方面的问题，这一定要在学校教育方面能够要学习做好啊！非常感谢，预祝我们云林国小29年24岁生日快乐，谢谢。
生日。来，各位同学请起立。所以今天呢，我们云林国小的小朋友特别准备了一首舞蹈，要来庆祝云林国小的生日。这首活力的舞曲呢，是由我们学校热舞社的佳佳老师所编舞，为完美呈现这个表演啊，在校庆之前，每个班级每个小朋友都是努力认真的加紧练习，希望把最好的表现呢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现在是不是请所有现场的嘉宾，我们用掌声鼓励欢迎云林国小全体同学所带来的大会舞，牛嘞牛嘞。
各位家长、各位贵宾，可以去那边看他们漂浮多久，还倒起来哈，拿很好看。运动员退场，全体运动员向左向右向下哈，转。退场。放到你的位置去。